然后呢度就地铁站。今日个天气就好好啦，我希望今日睇得开心。西宝就系星场，一出嚟就人嚟往往啦。呢边就宝翠园啦，你睇成个屋苑都好大。今日会睇间1274尺4房一套嘅宝翠园，入嚟就有个玄关位，转左手边系一个工人套房，拆咗。右手边就系厨房，再直行就系一个转石厅，行到尽头就系全海景。呢边就有间书房，再转入嚟就有一间睡房，对面就下次另一间睡房，大少少都系望翻大屿山嗰边海景。最后入嚟睇下个主人套房，呢、这个就主人浴室，有窗嘅。主人房就相当大啦，行过去都有个窗台望出去都系海景。似呢间1274尺嘅海景四房，市场挂盘价系3500万，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嘅节目就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。